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大家跟我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62页，562页，倒数第七行，倒数第七行，专求佛法，惠利群生。白法白净之法也，指一切善法，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平常，实在说呢，它非常重要。我们这一生学佛能不能有一点成就，就在这一句。看到这一句经文，我们就要想到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什么，念老在注解里面为我们说的白法白净之法，指一切善法。古印度称善为白法，称恶呢为黑法，他用黑白来表。我们中国用善恶，善恶有标准。提到佛教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十善业道，这个善法就是指十善。十善是根本戒，不但修学佛法的人必须要遵守，即使是世间人
他要想求得一生的平安，家庭的幸福也要学习。啊，第一条，不杀生。从不杀生引申出来，绝不能够恼害众生，啊，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我们从早到晚念头、言语、行为，能不让众生生烦恼吗？这一点，诸位要知道啊。要学习，这才叫学佛。学佛一定要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不能做的，我们决定要遵守，依教奉行。啊，这才是佛的好学生呢。最近这两年，我们听说来福寺的海鲜老和尚一生的心意，老和尚去年前年往生的，2013年1月往生。活了112岁。啊，这个老人一生，从他出家，20岁出家，佛门的基本戒条，3福6果。3学6度，普贤十愿，3学是戒定慧，3皈5戒，10善，沙弥略依，他全做到了。那确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为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啊，所以在一生呢，有很了不起的成就。老和尚住世，是阿弥陀佛命令他的，啊，他修得很好，要他住在世间长久一些，多住几年，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样子，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。他真做到了，20岁出家，112岁往生，学佛了92年，92年
念佛的功夫好啊，啊，念佛这个法门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不能空过。世间太苦啊，要认识啊。想做一点好事，障碍重重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做好事是应该的，但是要随分随力，没有这个能力要去做，那就很苦啊。啊，要做事，要有财力，还得有人力。啊，我今天早晨看到澳洲同学给我寄了一份资料给我看，他们想办学。办一个小学，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，啊，政府可以批准，钱从哪里来？我没有这个能力啊。人从哪里来？办个学校，请谁去做校长？请哪些人去教学？我没人呐，孤家寡人一个。澳洲敬总学院也不过就十几个人啊，你们能教吗？啊，正式的教员是政府承认的，你们没有这个资历啊，怎么办？有力量要做好事，没有这个力量不能做啊。我这一生没有伸手给人要过钱，到了晚年这样的年龄了还问人要钱，讲不过去啊。那供养是有，不多。我在香港成立了个基金会，这个基金会专门是去做文化教育事业，佛教是文化教育事业。啊，多元文化，宗教都是文化教育事业。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有不少年了。那从1999年，我们就正式跟新加坡9个宗教接触。啊，在一起办活动交流，啊，做出一些成绩，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利益。啊，那么这些年来这个工作没有间断。
费用不多，我们能够负担的。啊，现在到处想办汉学院，好事情。马来西亚办起来了，我没钱了。啊，是马来西亚的一位赖居士，他是华侨。这个学校土地是一个同修送给我的，建筑他一个人负责。啊，他是个企业家，这个好办了。我不敢想的话远了，自己发心做好，我们欢喜。啊，汉学从基础上扎根，那就是文字学。首先要认识汉字。那课程用什么呢？用说文解字，用这个来扎根。啊，今年五月，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斯里兰卡主办。微赛季那我们跟世界各友好的宗教在这个地方啊，做了三天的聚会，大家都非常欢喜啊。这个活动结束之后，我顺便到英国去看看，过去去过两次，这一次第三次，啊，看看有没有缘分，对汉学有一点帮助。啊，遇到了一个大学。这个大学的校长来看我，我们做了三个小时的长谈，他对于汉学非常有兴趣，对我们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、教材也都很欢喜，啊，确实有意思。想跟我们合作，那合作学校有土地啊，那要办个汉学院，我们要给他建一个学校，这就为难了啊。建学校这个钱从哪来？我没这个能力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十方供养的能力只可以用作奖学金，啊，这个学校我们一年送30个奖学金，顶多可以到50个，啊，我们收的供养都是零零碎碎的，啊，那么去英国那边念书，
一个学生一年要10000英镑。啊，我不知道10000英镑换多少台币。啊，英镑价值最高。一个英镑我在香港是12块港币。啊，差不多像应该相当人民币香港是10块钱差不多1:10。啊，这个奖学金是常年提供，不是短期的，每年都要发。我很乐意培养30到50个汉学的老师。啊，汉学太重要了，现在没老师啊。啊，这个钱有，建学校的钱没有了。啊，前年，今天，强迪玛法师中午没在一起吃午饭，下午他离开了。啊，前年我们访问他的国家斯里兰卡，啊，他们提议要建一个佛教大学，我很赞成，我把银行钱全部给他了。啊，因为我问他，你这个大学建这个学校预算是多少？他们用美金计算，2500万。啊，我把银行去算一下账，总共借出来2700万，全给他了。啊，那么这两年物价上涨。要追加预算，我就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我给他出主意，我说你不必全建，先建一部分，剩下一部分把地基打好，有钱就盖，没有钱就放在那里。这个方法他接受了。啊，先盖教室，先盖餐厅，先盖宿舍，这个盖好了马上就可以上课，开始上课，其他的建筑慢慢来，像办公室可以慢一点，啊，图书馆可以慢一点，啊，这个不要紧，你把学校办好了，我相信有人帮助你。啊，现在进行得很不错，今天来的时候把一些照片拿来给我看，啊，教室，啊，餐厅，啊，宿舍，啊，很难得，依照这个方法去建，啊，所以图文巴这边的学校就难了。大家对我的状况要了解，我们相处这么久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我能想到的事情很多，未必能做到啊。就是刚才讲的，第一个没有人手，第二个没有财力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也国内也有同学办学，
也为了建立小事，也是需要钱。啊，我在香港，我们组织了一个汉学院。汉学院的院所怎么来呢？有一个企业家很发心，想做好事。我说这桩好事给你做，财产是你的，买一个学校，财产是你的，借给我汉学院用10年。这个好啊，财产是你的。然后我喜欢这样做法。10年我们做得很好，希望再做10年，你就再借10年。如果我们不做了，你就收回去。这方法好，干净利落。那早年我也在香港住了10年，我住的房子是一个老居士的，他的私人产业，啊，我借用。他说我愿意住多久，他都供养我。我在住了10年，啊，最近就是有一个同修，3年前。他在农村里头有个小房子，很小，那这栋房子的总面积还没有这间房子大，大概只有2/3，啊，我们有一半大总面积，啊，在农村。他的这个老居士往生了，嘱咐他这个太太一定要把这个小房子供养给我，希望我在香港常住。我一看很欢喜，住在山上，面对着青山花草树，那听不到人说话声音，也听不到车声。老实念佛，很好的一个小房子，我接受了。我把尖沙咀那个房子还给老太太了。啊，这么大年岁说走就走了，不再找麻烦了。啊，想做一些事情让我提供一些建议，这个可以，我也很欢喜。啊，实际上年岁太大不能操心，要操心啊，年轻的时候干呐，到这个时候操心叫大错特错，那惹人笑话啊！所以我愿意帮助大家。那台南基督寺，这是我心里想象到的，台湾唯一的一个学校的寺院。那希望在这边呢成就一批年轻的法师，讲经教学，希望培养这样人。啊，这个地方够用，条件都能符合。啊，真正来学的人，我们供养他。吃住我们负责，
他在此地好好的学经教。这里没有人教，怎么学法？用光碟教学。啊，我们每一堂课都录的有光碟，都保存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如果你要学无量寿经，这光碟全部给你，你每一天听，每一天听十个小时。啊，像东北刘素云居士一样，他专门听无量寿经。啊，一天他是听一片光碟，那个时候20年前吧，一片光碟只有一个小时。啊，听十遍。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。听了10年。没有间断，啊，每一天十个小时，所以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听了几十遍了。现在到处讲演，讲得很好，非常受欢迎。法缘殊胜，啊，这是用光碟学习成功的例子。我也常常在想。20年之后，可能大学里头没教授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学习的人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以我们自己做例子，啊，我这一代，上一代李炳南老居士。方东梅教授、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们比差太多了。差距太大了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带的学生跟我比也是很大差距。那他们那一代下怎么办呢？没人教了。啊，好在现在有这些科学技术。啊，有这种我们可以利用的媒体。那就不怕了。我们用中国的老办法。老办法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。啊，学只要学一样学10年，没有不成就。啊，这个刘素云成就了，胡晓林成就了。啊，胡晓林专攻《大乘起信论》。啊，也是将这部书从头到尾念了千遍了。著书看上百遍了。现在讲起心论，这是专家。虽然是在家居士，我看没有法师能够比他的。他在这一部书上下10年功夫，现在找这样的人没有了。真正想学的人，这两个榜样摆在你面前。啊，你只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10年，保证你成就，而且你成就非常殊胜，
不是普通成就。啊，这一部经通了，步步经都通了。没有学过经典，你拿到手不会生疏。啊，你只要用短短时间去准备，你就能够讲得很好。一经通，一切尽通啊！啊，要发心呐、啊，真正发心，有三宝加持。有佛菩萨保佑，啊，自己生活一切放下，不要去想他，让佛菩萨安排。这一桩事，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那我们只专心在经教的学习上。对自己明天该怎么办，怎么活下去，不要去理会。啊，今天过得很好就好，何必去想明天？你的心能专注，这个东西才能学好。那我一生没道场，助别人道场。啊，有缘多住一段时期，没有缘少住几天，欢欢喜喜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尊敬，啊，真正经教里的所是对我们要求的，我们尽力努力都把它做到。下面你看引用大乘一章第七卷说的，善法先进，明知为本。那大乘起心论注解里面说的，祖师大德讲，先是先明，净是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先是没有过失，挺新鲜的。佛法永远不会过失。啊，过去是后，现在也是后，未来三千年还是时候。是叫先进啊，啊，称之为白法，善法，真正的善法，为我们无量寿经，康僧铠翻译的本子。清白之法经文，他用这个清白之法啊，那么这边这一句是专求白法意思完全一样，经引述隋朝慧远法师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啊，译述对这一句的解释是：所行之法，出力邪谤，啊，邪是不正，谤是毁谤，啊，对于正法的毁谤。完全没有啊，这叫清白了。家乡
所缘，是无漏明，故云清白。这都是给我们解释清白两个字的意思啊，无漏是善法，有漏是不善，这是用比喻说的，佛经上用的很多啊。漏譬如茶杯，茶杯有破损啊，水放进去就漏掉了，这叫有漏啊。无漏呢，这是很完善的器皿啊，水放进去不会漏掉啊。这是比喻我们学到烦恼中习气深，这就是有漏啊，所学的怎么样都漏掉了，漏失了啊。如果意志坚决、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你学这个法完全接受了，变成你自己的受用，这叫无漏啊。那么无漏法是清白啊，清是离开染污，白是离开邪恶，离开黑暗，智慧啊，白从智慧上讲啊，啊，清从戒律上讲啊，啊，戒律持戒清净的啊，有定有慧啊，所以清白两个字也可以说就是戒定慧三学。慧说云：“大乘法名曰清白。”啊，所以“清白”两个字意思很广。啊，凡是大乘法都名清白。啊，慧力，慧是慧师、布施，就是赠送给别人。啊，利呢是利益，在这个地方讲利己啊，是利益，是帮助别人啊，别人有困难，我们应该去帮助他啊，这叫利己。故经以为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，用以普施有情，利益众生，对吧？这几句讲得很明白，把这两句话的意思说出来了。啊，要专求。那大乘无漏清净之法是什么？广义的说，所有大乘经论都是啊。那今天我们学这个法门，是大乘里面无比殊胜的一门西游难逢。为什么？所有大乘法、小乘法都要断烦恼证菩提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那么断烦恼难啊，我们的烦恼习气能断得掉吗？啊，你就试试看，看能不能断掉。大小乘
最低的阶位，小乘是初果虚陀洹，大乘是实性里面的初性位菩萨。实性好比小学有十年级，你是一年级，那一年级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见思烦恼五种，见惑断干净了，才能证得初性位啊。小乘才能证得虚陀洹。我们能做得到吗？太难了，一生都做不到。那么这一生的修行不能成功，有没有好处呢？有。什么好处呢？可以帮助你升天啊，来生人天福报，这个就是利益啊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人天福报的人很多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去三种修行没上得去啊，这五种见惑没断掉，所以变成福德了。功德没有了，变成福德啊，人天福德是这么回事情啊。真修的不是假的，没断惑。这五种惑是什么啊？我们要知道，不能忘掉，时时刻刻提醒观察，就晓得这路走不通啊。啊，第一个身见，哪一个人不把身看作我？我就是这个身，这个事情难了。有我就有自私自利，就有名闻利养，这个是烦恼的根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身不是我。为什么？有我，有个真我，真我不能说是身，也不能说不是身。那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这我们很清楚，不会执着它是我，它是我所有的啊。那么这个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我不生不灭，这就明了清楚了。这个身有生有灭了，我不生不灭。现代科学家也搞清楚了，也知道这个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刹那生灭，我们看不到啊，它频率太高了，速度太快了。那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一秒钟画面生灭多少次？有几个人知道？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。
一百次，电视的画面一秒钟生灭一百次，也就是一百个画面一秒钟播放完了电视啊，那我们现实的环境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，32亿8000年，一弹指，不是一秒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每一个念头是一次生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啊，一弹指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年轻人，体力好的，可以弹7次。啊，我大概能弹到5次。啊，年老体力衰了，年轻可以弹到7次。那32亿8000年乘7，就一秒钟生灭的次数，啊，得出来的结果，2240兆，单位是兆，不是万，啊，2240兆次，一秒钟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呢？啊，大概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里面产生的幻象啊，不可得啊。般若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。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还包括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是念头，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。这一个奥秘，宇宙的奥秘，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揭穿了啊，也不过在20几年，科学家明白了啊，他们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看到佛经上说的，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科学搞了400年，一代接着一代，到现在凭着经验先进的仪器观察发现，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没有科学，没有仪器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而且讲的比科学家讲的还清楚还详细啊。所以大乘佛法是究竟科学，究竟就是到顶点，再上去没有了，究竟哲学。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一看就懂啊。大乘佛法内容讲些什么？我们就完全明白了。佛法是教育，宗教是教育。啊，中国这个宗有3个意思，
你们查字典都可以查到。啊，中有主要的、重要的、遵从的这三个意思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这两个字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。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，上面加个人类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，它叫什么？啊，那佛法的是最标准的了。那佛陀的教育，它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实践法，一般教育；一部分是高等教育，啊，也就是出世间法。世间法，佛经上跟我们讲戒定，啊，世间智慧。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讲这三种啊，三大类 啊向上提升呢，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啊，全世界哲学跟科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，最高峰了，上去再没有了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过二三十年，科学家承认了，佛教是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啊，不再说是迷信了，这得认识清楚啊，搞明白了啊，我们学的什么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，这叫成佛啊，大智慧现前了，小智慧足矣，也是圣贤说的话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小智慧小悟啊，大彻大悟做佛去了，有能力去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最上面的包括化身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你都有能力，都有智慧，都有方法去帮助他们，这就成佛了啊！你看成佛之后，以无漏大乘清净之法，普施有情，利要群生。这个群生就刚才讲的，从菩萨到三佛陀，干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最有意义的大事啊。啊，不怕没有老师，释迦牟尼佛慈悲，为我们做出的实现。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是谁？
没人了，他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没找到老师。19岁出家，放下烦恼障啊，出去干什么？求学，做一个苦行僧，日中一时，暑下一宿，印度在那个时候，宗教之国，哲学之国，这两样东西印度非常发达啊，他去亲近，去学习，所有宗教他都学了，所有的学派他也学了，用了12年时间，发现怎么样呢？不能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超越六道轮回的问题。学那些宗教，学那些哲学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放弃了。30岁，这一年30岁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下所执障，这两种障碍都放下了。他到毗婆罗树下去打坐，入定。注定的一刹那，开悟了啊！见到天上一颗明星，很亮，豁然大悟。毗婆罗树以后就称为菩提树，有佛在这个树下示现开悟证果。啊，开悟之后，他并没有起来，他依旧在入定，在定中，2期日中，2期14天，也有说3期日中，3期21天，啊，都有这个说法，啊，时间总不长就是了，最长也不过21天吧。定中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不是在我们世间讲的，在定中讲的。啊，哪些人听众？41位化身大士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你入不了他的境界，不能参加他这个活动。参加这个活动一定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法身菩萨啊，这个经讲完之后出定啊，出定起来之后到鹿野园去找五比丘，这5个人是他的同伴啊，他出家，他的父王不放心，派了5个随从，这就是以后的五比丘啊，在鹿野园跟他们讲阿含经，讲四谛苦集灭道，乔成儒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啊，那么这个世间三宝具足，有佛有法有僧啊，那么从这一天就开始办学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
啊，阿含这一个大的单元讲了十二年，这是佛所办的小学。啊，大家程度都不够啊，很低啊，要从扎根做起。啊，像我们现在，希望在大学里面办汉学院，没老师啊，怎么办呢？最好在大学下面是一个实验班，啊，汉语文言实验班，培养上，培养基础，汉学的基础，要从这扎根，啊，三年到五年，最少三年，最多五年，这个根扎下去了，他才能取得汉语教学教授的资格，觉得他能拿到博士学位，有学位啊，他能接受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。我们希望这三五年能培养30到50个人。啊，能有30个这样的好老师，就可以把这个实验班提升正式办汉学院。这汉学院有30个老师可以了。啊，在大规模的招生，真是真的。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。谚语说得很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们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愿望。啊，那天是什么？要有人来帮助。啊，要有人才出现，要有财力支援。这是天意啊！如果没有人才，没有财力支援，这就做不成了。所以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哪一样好呢？前面这样好，为什么？谋事在人呢？没有这个人协助，也没有财力帮忙，办不成。你的功德是圆满的，啊，为什么缘的条件不合？功德是圆满的。楞严经上说：“法义圆成，圆满功德。”你只要发心，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不是不做，真想做，但是缘不足，没有帮手，没有财力。啊，所以功德是一样的。我缺乏这个外缘，有这个外缘，我会做得很好。啊，没有这个外缘，逼着我做不成。啊，但是我不是没有心，啊，有心，这个有心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底下这一段也解释。这一句经文，志愿无倦，我刚才讲的，我们的志愿是一定有的，啊，不会懈怠，不会疲倦，啊，问题就是有没有帮手，有没有财力，这是天意，这不是人意，啊，为什么我们命中没有？过去生中没修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，
64年前，老师就告诉我：命里没有财，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。命中还有一点智慧，过去生中修过法布施。命寿命短，45岁就完了。过去生中没有修无为布施。所以老师帮助我把这个福慧补足，就教我要勤修财布施。我说没有钱的，生活都很困难，哪有钱布施？老师问我，一毛有没有？一毛有。一块有没有？一块有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。这一毛一块到哪里去布施？寺庙里头有。寺庙里面印经，你看有发心的人印经，在外面募捐，大家随便写，多少不举，一毛他也收，他不是布施，他也收，一块也收，这是一个修布施的好地方。另外一个地方放生。放生是修无微不施。庙里的常有啊，常常遇到啊，所以身上有多少都可以拿多少，圆满功德。老师告诉我，越施越多。三种布施得三种利益。财布施，财用不缺乏。法布施，智慧增长。无为布施，健康长寿。我就正干了。我能有一点成就，也就是有这么一点底子，老实听话正干。我相信老师，老师不会害我，老师希望我好。真修。修5个月半年，效果就出来了。收入就多了一些了。这以后就发现出家了。佛法确实能改造一个人的命运的。命运是自己造的，家运也是你一家人经营的，国运是全国人民经营的，大家都能断恶向善，国运就好啊，一个道理。我出家，张家大师教我。我一个人在台湾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出家。出家学释迦牟尼佛。教我看两部书：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这两部书那个时候买不到，大藏经里头。我就到善导寺，把经书借出来抄。大藏经不能带出门，只有星期假日去抄经。前后我还抄了10几部，分量都不太大，老师教的。现在人佛宝大。台湾印的经书太多了，不是卖，都是借阅，给全世界借阅。
啊，出家之后，我读了印光大师文钞、禅云法师教我读的，啊，读了之后，对净土尊重了，还是不愿意学。啊，但是印光法师的心意我很佩服，我这一生学他四众对我的供养，我干什么？我没有改变，我完全应经不识，干这一桩。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啊，遇到有灾难了，旱灾了，水灾了，这些灾难老和尚也救济啊，救济钱从哪来？印经款项里面提出一点去赈灾，是以印经为主，以救难为第二，这个我学到了啊，所以我先后的印的经书大部头大上经，这些年来到现在大概应该有七八千套了，我的目标是一万套啊，送一万套大上经啊，还有你们在我这个地方书库里看到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典呐、啊。中国传统文化这代表了，商务印书馆印的，我向他买了112套，啊，他算我特价，每一套每斤50000。啊，差不多将近600万的啊，世界书局出版的《四库会要》，分量是全书的1/3，乾隆皇帝自己读的啊，这个价值比《四库全书》还要高啊，我这些年来先后给他买了300套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给他们收藏啊，为什么？我怕灾难，灾难的谣言太多，我是不相信，但是也不能不防着一点。那万一灾难来的时候，这书没有的时候多可惜啊！那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损失。所以我印这么多，到处放。灾难不可能统统把它消失，总会留一些保存下来。啊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古人藏住名山，刻在石板上，埋在洞里头。啊，像房山的石经、大藏经，我就看过。那一套石藏经，雕刻了800年，是一套完整大藏经。如果一个大地震就完了。啊，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多印。多散，到处都有，这就不会丧失。啊，这是我干的一桩大事情，希望把中国文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传下去。啊，书没问题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那么摆在面前一个大问题，谁去念这些书？这些书是文言文，
现在人看不懂，我着急了，所以我想出汉学院，培养这些汉学家，他们有能力读文言文，也就是标准，他们将来能够读四库全书，能够读四库会要，你有能力把四库会要这些典籍翻译成白话文供养大众，然后再从白话文翻译成外国人外国文啊，像现在我们的群书之要啊，有英文翻译的，有德文翻译的，有法文翻译的啊，好像还有西班牙人文翻译的啊，现在有日本日文翻译的啊，好的这个翻成白话文，再翻成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语言文字，全世界人都学群书之要，全世界的人都学中国传统文化，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，天下就太平了，灾难就化解了。我们干这个事情啊，所以学习汉学啊，说文解字，这是汉学的根，就是首先要学习认识中国文字啊，中国文字怎么来的，从文字起源到这2000年的演变都要知道啊，都要认真学习啊，对于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理念啊，方法经验非常丰富啊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！世间所有的宝藏跟这个不能比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！希望年轻人发现，用10年的时间学习汉字文言文，然后这部书就变成你自己的、你自家的宝贝了啊！你有能力阅读，你有能力翻译啊，有能力讲解，有能力弘扬啊！现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啊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点不太多的这点金钱来做这个工作啊，照顾这些人啊，让他们安心好好读书啊，我们来请教授，教授很少啊，对文字学有研究的人不多，很少啊，只要有2-3个教授来教就能传下去，只缘无缘呐！华严经普贤大师十大愿望概括其愿愿目之意为，十大愿望我们都很熟悉啊，从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到普皆回向啊，最后的意思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理乃至
回向乃敬，这个我礼是礼敬诸佛，回向是回向众生，回向法界啊，回向菩提，到这个地方才圆满了。那么下面说了，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啊，这真的，虚空界不无，真的是无尽。那么普贤菩萨的礼敬乃至回向也是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厌，这两句话重要了。无有，你看念念相续，这个念念就是愿心，它的志愿，念念相续，永远相续，无量劫前念念。普施有情利益众生，到未来季节还是志愿无倦，还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，生于意之三业无有疲厌，啊，身是身心，于是言教，亦是宏愿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是意啊，这个十愿都是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，范围变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终，普贤菩萨的大愿了。我们要学习不是我们学佛成佛就没事了，成佛那一天是我们普贤大业开始的那一天，我们现在虽有普贤愿做不到啊，为什么？没有德能，没有智慧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。这个法门是什么门？净土法门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啊，净土法门什么意思？一生必定成就，能行吗？能，凭什么？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这个法门不靠自己，靠阿弥陀佛，全心投靠啊！靠自己不能成功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！能够成就人天，就是来生来世，不是人生或者升天就不得了了，就很难得了啊！成佛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你遇到净宗，你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能成佛，
它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，那他的像我们印了很多张，这边挂在这边，你天天看他，向他学习啊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啊，他也没有上过殿，的五堂功课不会，在别人寺庙里头，别人上殿，他站在殿门口念阿弥陀佛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信愿就是取得往生的条件。啊，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就能往生了。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。啊，临终一念十念，决定得生。啊，平常我们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功德，使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高下。啊，经上说得很好，念佛功夫深浅，不是多少，多少没关系。啊，一天念一声佛号也行。啊，不在多少，在功夫。啊，功夫在哪里呢？功夫在放下。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世界放下？是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功夫。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。啊，也没有嗔恚。啊，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妄的，记住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，做我们平常观照功夫。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管是事法、佛法，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经文还有说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法这么多，我们只取一门，其他的要放下。啊，经典那么多，我只取无量寿经，其他的统统放下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这两句话是戒定慧，通通去除。啊，读书千遍，是祖师大德教的，这是戒律，我们就持这个戒。这一千遍没念错，没念漏掉，规规矩矩，这是修定。啊，自见是智慧现前，其意自见，不要求人。啊，所以在过去教学当中，很多高明的老师教学生，只是盯着学生念书念多少遍，讲不讲呢？不讲。为什么不讲？讲把他的悟门堵死了，他不会开悟，所以不讲，就叫他这样再念下去，把妄想念掉，杂念念掉，啊，心里头
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清净平等心性。清净心，阿罗汉的禅定；平等心，菩萨的禅定。定久了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觉了。觉就是自见，就是明了了。这经啊，全明白了。明白之后怎么办呢？讲给老师听。啊，老师给你点头，没错，讲得很好，你就毕业了。老师给你印证了，不给你讲解。啊，你所悟到那个，老师也悟到了。你一说跟老师也对呀，一点不错啊，这就毕业了。啊，你就可以离开道场，到四面八方去弘法利生，教化众生去了。啊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多住几天；没有缘，少住两天。啊，那么这个方法。东方人知道的人还有不多，西方人没人知道，他们可能完全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你看我们今天做实验啊，三年五年真的有一两个开悟了，西方人就相信了，无师自通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！只要你真的从定慧上下手，啊，经帮助你开慧，啊，读佛经，选一部经，啊，一天读十个小时，越读越熟。像《无量寿经》，刚刚开始读，大概要两个小时，对。啊，念上一年呢，大概一个小时；一年半呢，大概就四五十分钟；最快的半个小时。啊，但是怎么样，念到半个小时念一遍，一天还要念满十个小时，这个重要。十个小时一念二十遍，啊，开头念呢，十个小时念五遍。一年之后，十个小时念十遍。啊，一年半之后，十个小时二十遍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不念经，就会胡思乱想，有妄想，有杂念。妄想杂念是烦恼。用念佛这个方法，念经的方法，把妄想念掉了，杂念念掉，清净心现前，这是功夫啊。这样的功夫，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。啊，凡夫往生没有功夫，我们去的是没有功夫啊。没有功夫，生凡圣同居土啊。他那里凡圣同居土是净土，我们这个地方凡圣同居是秽土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如果有一点功夫，清净心现前，啊，也就是我们讲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往生，就不是同居土了，方便又余土。下面两品，哎，就中品，中下两品。啊，如果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平等心现前，啊，对一切万物、人事物都不分别了。不分别就平等啊，
这是菩萨的定力啊，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，上辈往生，品位高了啊。如果念到开悟了，开悟就是觉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觉是理业心不乱，生十报庄严土。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是哪一个品位啊？他那里也是学校啊，同居图是小学，方便图是中学，十报图是大学，等觉是博士班。哎，他也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，是你到极乐世界插班，你插哪一个班，插哪一个等级啊？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没说多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去，就被他录取了。他录取你的时候，真心真愿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想再留在这个世界啊，这样的心愿就取得阿弥陀佛那边录取了啊。这第一个条件啊，念佛功夫前身是第二个啊，先要录取，然后再谈功夫，功夫在前都不怕啊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值得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虽然有品位，它待遇是平等，这是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啊。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那什么待遇？化身菩萨的待遇。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也是这样的，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大士是平等的，不是你修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所以弥陀的恩德太大了啊！这些人有这么高的待遇，有这么高的智慧神通能力，通通是佛力加持。如果不得佛力加持，那不可能的。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，你才晓得净宗多么殊胜，净宗遇到多难，遇到之后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录取了，真正念起生佛到那边去插班了，决定不能放弃啊！如果放弃真可惜啊！啊，所以要发愿，要立志，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啊，真正是于人无所争，于事无所求啊，每一天能吃饱能穿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够了，不再多求了啊。再求的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求早一天见阿弥陀佛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不管什么品位，平等待遇，进入阿弥陀佛大讲堂，弥陀在那里讲经说法，这讲堂有你的座位，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坐在座位上听经，
听到什么时候离开呢？听到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才会离开。如果没有彻悟啊，你不会离开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进入讲堂是凡夫啊，离开讲堂是佛，你成佛了。你不成佛，你不会离开讲堂。那多长时间不定，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有人时间长，有人时间很短。多难的，到极乐世界，身体不是肉身的，肉身是个生灭身的，还要补充营养，天天吃饭，还要休息睡眠。啊，极乐世界不需要，金刚不坏身。啊，身体是子母真心实身。法性身，我们这个身是法相，阿赖耶识的相分，有生有灭。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通通转识成智。啊，换一句话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他的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没有生灭，所以你是无量寿，阿弥陀佛无量寿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，你说多难得。这个身体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喝水，不需要睡眠，精神永远饱满，体力充沛。那在讲堂等到大彻大悟之后，就拜佛离开了。离开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如来修福，听经闻法而修慧，供养是修福，福慧双修啊，很短时间就修圆满了，自信里面的福慧自然现前，就是圆满啊，你就有能力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帮助诸佛教化众生啊，以声闻菩萨不定什么身份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啊，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，你一看就晓得他是什么样根性，你就给他说法，没有不当机的，没有听不懂的，没有不欢喜的，得大自在啊！我们一生当中，三年五年就可以取得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这个要是不干的话，真叫吃大亏了，太可惜了。希望同学头脑要清楚，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前清彭济清居士说过，众生有幸听到这个法门，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他怎么会遇到啊？怎么这么好运呢？我们多少人遇到之后不知道珍惜，当面错过，太可惜了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
师告诉我，台中联社是他创办的，那个时候的联友有20多万人。我在台中住了10年，我离开的时候，联友增加到50万人。老师说，我们自己的同学联友10000个人，能往生的大概只有3-5个，1/3啊，也不少了啊。50万人要是5个的话，有250个人往生啊。啊，真的很难得了，往生就成佛了，度众生成佛道啊。那不能往生者，没有把这个机会抓住，对这个世间有留恋，放不下，这就苦了。啊，我们不能干这个傻事。这很重要啊，除非是阿弥陀佛有使命交给你，像海鲜老和尚这有使命啊。阿弥陀佛如果不是嘱咐他常住世间表法，给大家做个好榜样，他早就往生了。啊，我们相信他取得往生的把握，25岁的时候就可以取得了。啊，在世间住这么多年，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，他修得很好，修得不错，一直就这样保持下去。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啊，给净宗同学做个好样子啊，给我们念佛人的，他怎么往生，怎么那么自在。所以今天我们学净土抓住了三样东西。第一个无量寿经，这是根本法。第二个，黄念祖老居士进修结要报恩谈这本书啊，后面有一个观点非常重要，这本书里的很简单很扼要，把整个佛法都介绍出来。显教、密教、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，啊，通通都说出来了，像一个佛学常识一样，你就不外行了，啊，你全都能懂得。第三个，第三种呢，就是来佛三圣永思记这一本，海鲜老和尚，啊，已经整理成一本书了。这是最后印的，啊，里面有个观点。我介绍同学这三样东西，这三样东西常常读、常常看、常常念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啊，我们真正要做到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于一业，无有疲业。啊，这就是真正志愿无倦的意思啊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啊，时间到了。